操心旁写一些两点。像上代竖画可以长一点，但是要细。右部先写横，这个横画向上代笔，向上代与下一个笔画相连接，相呼应，向上代，然后竖，注意起笔要轻。两个竖向中间写，回过来，然后竖提上去，撇捺，用反捺，反捺，注意由轻到重。这宽窄书画，这个竖要细，不要太粗。